我那老东西停了嘞，我那东西停了嘞，你那车搞错当中。天天正常生意，天天就。来，欢迎。这视频看到在哪儿了？我把你看到在哪儿了？我视频看看。我那老东西停了嘞，我那东西停了嘞，你那车搞错当中。天天正常生意，天天就。来，欢迎。这视频看到在哪儿了？我把你看到在哪儿了？我视频看看。什么？一般用户和我微友啊，微友还有这个各位乡亲呢，还有我们民政局曹局长，我们双浪溪江，双浪溪江嘛，就是大家和村民聚在一起啊，煮一点东西吃，是这种场面嘛，是很温馨的。那我们同队嘛，年龄段呀。一岁蛮幸福啊，要开心头哎，蛮幸福。刚刚我送好的，哎，刚刚是吧？刚刚，进屋没力气我的嘛，一言也没打呼。刚刚在对，后来故意说话，所以讲我地位啊，都加上来，慢慢讲啊，送一岁蛮幸福的力气啊，刚刚来送好，进屋送好，所以希望续有我们，我进屋一点努力去找，希望。可以把一部，我都在一点都可以进入生活，那不的希望，但天天的可以靠努力去找，我都能做好我的生活，那我除了去游泳，我进入多哪里找啊？进入多练一点啊，当这个追我多练一点，没有没有多练一点啊，多练一点，下来下来的呀，下来下来，好下来。是讲我在这里为我做轮内我做富豪啊！那希望今年我准备电脑也简单，我就讲农业里边大家在这里开旅游啊！那定啊，跟定利用跟我们给民政局长曹尔元压力，给大家做在这里，我在啊，我在内定边内，我卡，我做卡高的关注生意啊，关注生意啊，下来了啊！